会应强制本地医护专科毕业后在公立医院服务一定年期。对错双方为正方全案判决中学。
第二，統籌中風護士培訓，參考中美等地要成為中風護士，喺中風課程畢業後，護士都要接受官方嘅住院評核，先可以正式成為正式嘅中風護士。但係對應香港情況，護理專科學院名譽執行顧問陳玉秀娟反映，政府立法帶頭認同同埋自願註冊屬於兩回事，長遠希望做到前者。現時護理專科培訓並唔統一，如果唔強制護理服務，一旦佢哋離開公營體系，政府係冇辦法干預私人市場，勒令專科護士接受同一培訓。但強制服務下，政府就能夠成為統籌角色，安排中科畢業護士喺公立醫院、中科病房以強制服務形式接受同一培訓，確保護士對相關嘅中科知識水平，例如中科護理工作上面嘅評估、檢查、鑑別診斷、介入以及評核工作，長遠配合立法就能夠建立一套完善嘅護士中科制度。最後想問有方，進行醫療改革需唔需要更加多嘅醫護人手？如果需要唔做強制服務，政府仲可以點樣增加彈性調配人手？多謝各位。正方指定用時為3分49秒，無超時無需扣分。跟住係反方主辯，你有4分鐘。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其實今日我方都承認香港公營醫院人手不足的問題係潛在，急需要一個有效的根治方法。好似我哋今日要討論的政策的成效以及所帶嚟的副作用。現時公立醫院以及住45%的專科醫生，去照顧全港90%的病人；而私立醫院以及住55%的專科醫生，去照顧剩低10%的病人。面對住多病人、少醫生的公營醫院，前線壓力爆高，冇時間休息已經是常態。好似今日我方衡量變形的標準，在於方案能否針對公私營人數失衡，長遠解決醫療系統人手不足。今日我方反對變形原因有3：第一，職業自由被限制，壓力爆高，冇計仔。基本法第33条清晰列明，香港居民有選擇職業的權利。第一，有方案底下，專科醫護畢業之後，要被迫留在公營醫院做多幾年，喪失自己幾時打咩工的基本人權。更甚的是，由中學畢業開始計，13年的培訓，包括6年內外全科，1年實習，再得6年專科培訓，最快都要30歲才可以成為專科醫護。重點嚟啦！30歲正係大部分人開始組織自己身家嘅階段，強制專科醫生喺公營醫院就業，只係強硬咁無視專科醫生嘅人生規劃。有方一般，如果香港仲有邊啲地方係咁樣對待專科醫生嘅咧？第二，人才流失得不償失，就業自由被限制，內外全科醫學士畢業生自然都考慮其他出路，長遠不利香港公營醫療體系吸引人才，應該長遠人才供應。醫療衛生界立法會議員林哲源早前做的問卷調查指出，醫護人員之所以選擇離開，是因為想平衡生活和工作，加上面對著失去職業自由，而今日醫護系所屬專科的誘因就會大大減少。與此同時，香港牙醫學會會長黃志偉和香港護士會主席袁志敏都表示，限制學生未來出路的政策都會降低學生報讀牙科和護理學的意願。在有個方案底下，醫科畢業生可以選擇去外國讀專科，或者簡簡單單咁做一個普通科醫生。至於嗰班唔同牙科同護理學嘅護士，佢哋亦都可以選擇去外國讀相關嘅科目。護士喺有方方案底下，有方又如何確保強制喺公營醫院專科醫護嘅數量係會大過整個醫療體系收錄成專科醫生呢？第三，強行挽留，成效存疑。本來公營醫院面臨崩潰嘅醫療體系就已經容易令醫生退卻，選擇薪酬比較優厚嘅私家醫院。而家再由政府出售強制，醫生定必要係留喺公營醫院一定年期，就要加速公院人手流失。立法會議員林哲源指出，立法會醫護只係培訓後服務公院最多6年，所以喺呢個方案底下，呢班醫護喺一定年期之後，亦會離開公營醫療體系，尋找其他出路。每年此消彼長，一定年期過後，透過強行挽留人手嘅手段留低嘅醫生，根本唔會再增加。而同時間，病人數量係不斷增加。喺2020至2021年度，醫管局專科門診求診人次同病人住院日次分別達到747萬同820萬，比10年前係多咗84萬同54萬嘅分別。
所以有關方案的成效原來咁短暫的時候有方一般，你又怎樣去解決長遠嚟講病人數量不斷上升的問題呢？最後要衡量有方的方案有冇成效，要先要看有方的方案細節。所以想問有方一副究竟電梯中的一定期，所以如果是三年的話是屬於短定長呢？如果是短的話，有方是怎樣確保成效？如果長的，你有方方案嚇走唔出專科的醫護，有方又怎樣挽留呢？多謝各位。公辯一方可以自由挑選對方一位辯員回答問題，並且打斷對手發言追問。回答方不得反問，亦不得打斷公辯一方發言。如有違規，公辯一方可即時提出。評判認同可以直接扣分，會施一分。如公辯一方如常發言，評判可自行決定是否扣分。請問雙方有冇問題？請評判注意填寫公辯分數時，請特別留意填寫次序，特別係簡方嘅分字。第一格依發言。現在先來發行分數，好，現在請正方自由派出一位辯員作供。請你選擇反方一位辯員支持陳律師。各位，請問現在醫療我們醫護需要更加多人手？是需要，但問題可不可以先？我有方面未能做到成效喎，就我哋講，淨係同我哋講成效。正如有方勞工承認咗需要增加人手，都唔強制佢留低點樣交人手咯。啊，咁咪就係你用方自己成項啦。處邊都識講，有好多唔同嘅情況，同樣都可以做到啦。好啦，有方口中嘅反方案見機向啲咩咧？原來有方今日第二個點同你講，因為工作環境差，所以佢哋先至會走。如果有方嘅立場嚟講，唔強制佢哋，有得醫療環境差咁樣點樣落低佢哋啊？哇，可以提好有噶，即係減免個環境，好同好啦。提高入因，減免環境，減免咗啲乜嘢啊？可唔可以就係減免咗，令到少啲病人嘅話，唔係。好啦，有冇都自己啦，誒主管最後嘅問題都問我哋人醫療嘅病人越嚟越多，點樣減少病人啊？可例如可能佢私人醫院又得，點解？好啦，有冇我最尾都講唔過去，點解有乜嘢其他方案？再問有冇如果今日唔增加人手，點樣保證專科醫生、專科護士嘅質素？啊，質素而家有問題咩？我無方睇唔出。我有方睇唔出，而家我幫你講，原來而家專科護士根本就冇一個客觀嘅審核機制，通通都係自愿係登記。如果冇一個客觀機制，點樣保證專科護士嘅質素？但問題就係、是，而家有方方案底下，啲人都照佢搞專科㗎。所以我最尾剩翻嘅乜嘢咧？淨係都同你承認咗護士嘅質素係需要保證，淨係擔心會最尾啲人唔去做專科。承認咗我主編自己開場嘅數字，原來有主編嘅同志院醫生同你講過，原來佢哋係總醫療強制底下有唔同嘅擔憂，但佢最尾都唔擔心人才流失嘅喎，點解釋？真正冇解釋係有方，因為有方冇論證到而家醫護嘅質素有問題啊嘛，有方全有錯啊！因為同你講緊政府唔同嘅機制都同你講緊，原來而家唔夠。有方而家有方知唔知而家護士點樣登記成個專業護士制度啊？有方話唔夠，但係有方都強制唔到所有人一定要讀專科嘛。有方有錯，但係我知唔知而家護士制度點樣做？嚇、啊！問題就係咁，有方自己出房噶，話可以讀專科，但有方都強勢唔到你讀專科啊嘛。而家問題嚟講咧，原來而家啲人咧根本就陷入佢一個客觀標準，都係今日留低佢哋強勢好三年之後，佢當中可以進行進修培訓，有冇呢啲見唔見到？但問題就係佢喺讀專科嗰度邊都係公營醫院做緊培訓，都係做緊實習。好啦，有冇為頭你講緊咯？原來而家護士咧根本唔同一個標準，佢六年培訓咗啲乜嘢？政府冇權力去限制我哋。到今日政府強制佢留低呢三年底下，政府有一套主要嘅標準，呢套標準嘅話，政府唔強制嘅話，點樣做到？我嗰陣唔明白啦，明明講六年專科培訓都係公營醫院。好啦，而家我同你講緊呢六年啦，原來呢六年政府根本限制唔到佢哋嘅話，點樣確保佢哋嘅質素啊？有方都限制唔到，而家仲有方都好啦，而有方承認咗呢啲質素可以保證啦，所以最後就係講到嘅話，唔強制你留低，點樣確保佢哋質素？有方強制到啲人專科，第二就咁有方口中嘅三年同今日我方話專科培訓讀咗六年，根本係冇分別嘅。好啦，有方最尾都解釋唔到，原來呢三年留低過嚟各位。今日咧有方同我哋講話，因為護
護士計劃咧，佢唔統一，咁樣咧就護工盡力啦。咁樣可唔可以政府統一佢嘅訓練，統一佢嘅考牌制度？所以今日我哋咪用可唔可以統一佢嘅考牌制度？我哋今日咪用嗰三樣統一咯？唔係啊，就係見到原來可以將之前嗰六年就納入政府嘅範圍裏邊啊嘛，統一培訓咁咪得咯，係咪啊？所以講緊之前嗰六年根本就唔係統一做緊。所以今日你方同學咧，原來淨係解決到解決咧辦法就係政府原來統一咗之前嗰六年咧，就唔使自由限制嗰三年噶啦，因為限制三年咧係會影響埋佢嘅自由添。所以我想問有方同學啦，你承唔承認解決而家醫療問題方案要夠長遠？嗱，而家我哋承唔承認要長遠？係要長遠。係啦，係要長遠啦。但係面對住公營醫院病人求診數量咧，而家去到820,000人啦，同你哋有方同學要加幾多個專科醫生先能夠應付？要加幾多位醫專科醫生先？我哋今日轉電話同你講咗，我哋要加翻大約700-800個嘅專科醫生先。我今日好忙咧，同我哋講話加800個咧，就應付到820,000嘅人次，係咪可行啊？所以我哋今日未滿年可以增加到200個專科醫生嘅時候，好啦，我哋再見到咧，原來之前因為佢哋一心所向咧，全部都係想去私營醫院，佢私營醫院壓力較低嘅時候，你承唔承認啲醫生會轉去私營醫院？所以我哋而家咪要改善公立醫院。承唔承認啲醫生會因為環境好而轉去私營醫院？我哋而家咪就係改善緊公立醫院嘅，我哋唔承認，我哋今日就係改善緊公立醫院嘅環境，所以先。好啦，今日可能點樣靠800個人解決到我哋而家前線問題啊？嗱，今日咧醫管局嘅數字同你講，因為而家欠缺800個專科醫生。好啦，我哋但係見到咧，原來喺一定年期之後咧，嗰啲專科醫生都係會走嘅，都會離開公營醫院嘅時候，咁樣咪專科人做少咗啦。再問有方同學啦，如果你而家去強制三年，嗰啲醫生會唔會冇咗自由？嗱，今日咧，嗰啲醫生會唔會冇咗就業自由？唔會，今日佢哋好啦，我哋原來見到基本法清楚列明啦，同我哋講話人咧係要有基本嘅就業權利嘅，咁樣咧，基本法清楚列明啦，同我哋講話人咧係要有基本嘅就業自由，但係今日有方同學咧限制咗佢三年嘅就業自由，冇得其他出路啦。所以想問有方同學，會唔會有人因為咁樣而轉去唔讀專科或者去外國讀書？但係如果因為專科醫生佢自己進修之前已經同意咗佢做呢個專科醫生，好啦，而家嘅專科制度底下係冇強制呢三年嘅，所以咧強制嗰三年會唔會係佢？會唔會侵犯咗佢個人自由？佢已經係承諾咗，佢會做呢個。好啦，所以咧，有冇嘅標準底下咧，有效係要嗰啲人自愿承認自己嘅自由咧被剝削先得嘅。但我哋見到而家就大部分嘅人都會避免呢個自由被剝削啊嘛，就係可能會做翻普通科嘅全科醫生啦，或者甚至係去外國讀書嘅時候整體醫療。多謝各位。先由機構再到政府去認證，佢
PAR 一個雙重認證。香港政府其實今日同樣需要係一個官方認證專科醫生，先至能夠令到班護士有一個更加統一嘅培訓，長遠去建立一個公共醫院嘅培訓制度嘛。所以今日咧有分堂，其實第二個論點同第三個論點同我哋講嘅一個背景係乜嘢咧？就係講緊話今日公園咧個環境好差，但係咧有分堂話其實人才流失呢樣嘢你哋都冇俾出方案點樣去解決呢個問題。所以其實今日我哋當我哋唔去強制呢班醫科生去進行一個強制留院服務嘅話，我哋第一步連人手都冇嘅時候，點樣去解決有分堂所提出嘅呢啲問題咧？所以再睇啦，我今日咧其實政府強制嘅原意係乜嘢咧？政府去攞翻資源出嚟俾去培訓一啲專科醫生喺公院嗰度做培訓，但係其實佢係希望培訓到一班喺公院工作嘅專科醫生，但因為唔同嘅外在環境因素，呢班專科醫生都唔可以留低，所以咧今日係一種資源嘅浪費。無可奈何之下咧，政府先需要通過吊銷牌照呢個手段，去強制呢班醫生喺公院服務至少三年，先至可以再決定做唔做其他就業市場。面對政府去投放咗咁多資源，專科醫生唔能夠留喺公立醫院嘅時候，係咪一種資源浪費咧？多謝各位。正方一票用時為3分07秒，時無需扣分。跟住係反方一票，你有3分鐘時間。標準，在座大家好，究竟變成中嘅方案有冇成效嘅標準係乜嘢咧？咁啊，有關只要一副常識嘅論證咧，公營醫院醫生護士人數會上升。咁啊，有關但係同埋論證度咧，有關方案同大家講話要強制啲人咧要做三年公營醫院，但係究竟三年呢個數字點樣得嚟？點解唔係2年？點解唔係4年咧？有關又如何確保三年就做到？咁啊，有關想做嘅提升醫生護士人數，如何確保做到呢個成效咧？如果有方嘗試同方計數同大家講咩咧？佢話咧每年會多200個醫護，但問題就係結果咩咧？結果而家咧係有70人咧去讀專科，但問題喺有方方底下，仲會唔會有70咧？嗰個有方解釋喎。咁甚至嗰個有方係咪包埋啲讀完專科，其實佢哋本身都留上公營醫院嘅人咧？嗰個有方冇扣除呢啲人嘅。咁甚至講嘢咩咧？就係今時今日醫科嘅出路唔多噶嘛。嗰個有方嘗試同大家話咧要統一，但嗰個有方要統一啲乜嘢咧？係咪要全部都要讀專科咧？如果係嘅話，今日有方方點樣做到咧？都喺方案底下，畢業要讀完醫科出嚟，照開做私家診所，甚至讀專科都可以去外國，或者去外國讀專科都得嘅時候，咁啊有方話要統一，究竟要統啲乜嘢咧？有方嚴肅解釋下啦。近時有方同大家講話咧，質素有問題，但問題在於乜嘢咧？咁啊有方話咧，喺個三年底下咧，有好多嘅措施，都有人咩雙重協定等等等。但方唔明白啦，喺專科培訓嗰6年嘅時候，同樣都係公營醫院做噶。同樣都喺醫院做嘅時候，究竟同嗰個有方方案中嘅三年，同樣都喺醫院做嘅時候，有乜嘢咁大分別？個特性喺邊度咧？有方必須解釋啦。而咁樣有方咧，要同大家論證咧，人數多咗咧，必須同大家論證嘅係，你逼住做公營嘅醫生多啲，定係流失做專科人醫生多啲，先論證到噶嘛？但問題上方案都未實行嘅時候，嗰個雙方都論證唔到噶。所以我方主面先同大家講，論證嘅標準要睇係咪長遠同埋針對現況啊嘛。所以麻煩有方都唔好再喺度討論數字上嘅成效啦。而先喺長遠啦，我剛才俾咗數據啦，就係公營醫院專科門診人數咧不斷攀升。有關全部都識講啦，更加有人口老化問題嘅時候，啲市民對於公營醫療服務需求都不斷上升噶嘛。所以今日有方疫苗嘅成效咁短嘅時候，有方如何確保到能夠解決到醫療服務嘅需求不斷上升問題咧？有方咧都交唔到啦。所以嗰份稿有方答埋啦，因為有方世界底下咧方法只有一個啊，就係將一定嘅不斷無限咁上升，先能夠解決到呢個問題咯。就今日就係都要將呢個一定期無限上升，先強制到多啲醫護喺醫院，先督導多啲醫護喺公營醫院，先咁樣先會有成效噶嘛。喺一方世界底下，包括所有選擇讀專科嘅醫生，佢哋未來人生嘅20年，佢哋嘅職業自由都要俾一方限制住。包括扶貧扶權咧，如果一方專門攞方反方噶，所以我方就提倡要擴大現有嘅公私營協作計劃，將受眾由某幾個專科嘅病人增加到所有專科嘅病人，並且邀請更加多嘅病人參與，將病人分流到私營醫院。政府將會資助診金，確保費用咧係唔貴過公營私院。以確保有誘因，令到市民會參與呢個計劃。所以最後想問有方一副啦，你認唔認同解決醫療人手不足嘅政策需要長遠咧？認同嘅話，有方方案點樣做到長遠咧？各位。3分05秒，無需扣分，跟住。
職評判在各位比賽和義父的位置，我呢個房先審視下今日有方犯下嘅兩大錯誤。第一，目標首段不相符。今日有方我一開始主要同你講啲乜嘢咧？原來我而家客觀環境有問題，所以再加埋預病人數目不斷提升，所以我哋今日咧就要解決呢個問題。咁有方點樣解決咧？原來我去到一副去到一副同我哋講緊咧，話要增加公司嘅協助，不如上文化啱啱有方都今日唔強制呢班醫生留低，公營醫院何來嘅醫院人手？私立醫院又點樣有人手嘅質素保證咧？因為公司型合作，咁合作喺邊度咧？我從來都冇論證過㗎。深挖一個，我哋講緊話，原來而家成個醫療環境咧，都係會令到醫生人手咧不斷流失。原來我哋今日講緊，當今日我哋行使咗呢個機制之後，我哋可能俾一兩年嘅熟悉期佢哋，去到即刻推行，然後六年之後，我哋會有第一批嘅有強制留低嘅醫生，專科醫生喺度，跟住往後每一年都有強制留低三年嘅專科醫生喺度，唔明白點解強制唔到，唔明白點解人手增加唔到咧？就請麻煩我幫解釋。跟住去到護士問題，咁原來今日同我講緊質素問題，有學今日全場都回應唔到嘅。原來我咧今日我見到咧，無論係其他外國嘅例子，都有做緊護士嘅雙重認證。甚至乎今日護士今日係流出咗私院之後，都今日見到原來護士每個人咧都確保唔到佢哋質素。正如同我今日企喺度，我自己話自己係專業辯論員，好似護士話自己係專科護士，根本不合客觀嘅標準底下，點樣保證護士可以發揮佢嘅專業質素，可以服務更加多嘅病人呢？原來我哋講緊啦，長遠咧，呢班護士係可以透過呢個實習，確保咗呢個專業嘅質素。咁我根本就冇回應過呢個問題，請有科學喺後場解釋。原來講緊咧，醫療改革咧係個持續嘅過程，從2008年開始咧，政府一直推行唔同嘅醫療政策，改善醫療嘅制度。政府話自2008年咧起推行公私營醫療合作計劃，至2009年已經增加超過5000張病床，至2021年放寬海外醫生門檻。我見醫療改革咧係個持續進行嘅里程。政府作為統領角色，如果唔進行行使頭先我講嗰啲強制問題，咁我點樣保證佢哋會直流嘅私立醫院呢？再睇啦，有冇錯判形勢？原來今日有科學同你講緊最大嘅擔心咧係唔驚佢哋咧有自由嘅問題，驚佢哋啊！原來佢哋去咗強制留低三年咧就冇咗自由。但係咧，我哋見到啊，原來佢本身要考專科醫生牌照，都要強制佢哋留低實習。有冇係咪認為呢啲都唔需要咧？當你見到強制佢哋留低實習，正正就可以保證佢哋質素，正正解決咗香港而家面臨緊嘅醫療問題。有冇呢啲係咪同頭到見唔到咧？再嘅各位啊，我講到底啦。任何政策咧，制度咧，都建基於人才人手嘅配合。正如政府新聞網都指出啦，如果欠缺足夠嘅醫生人手，任何改革都難以實行。政府要喺醫療改革再行前多一步，就必須先喺短期內填補人手嘅空缺。非常時期咧，政府需要有非常嘅手段。醫療改革推行至今，面臨嘅問題，對財委唔夠都唔夠人手，當問題一直改變，政府理應多管齊下。多謝各位。活在兩個世界，有相同的目標，但是是天差地別的態度。評判進局位，大家好，你的後場呢，其實雙方都同意的，要令公營醫院的前線壓力減少。但是今天有方同學痴心妄想，企圖呢一定年期裏面洗滌公營醫院醫生的心靈，希望令到他們呢可以不用理智面對壓力，勇往直前地在公營醫院繼續為政府賣命。今日有方一副主辯一副義父，好堅信咁樣同我哋講話，佢哋係自願簽嘅，所以咧我哋就冇限制到佢嘅自由。但係事實又係咪咁樣呢？我哋見到原來係會影響到讀醫科生本身嘅意欲嚟噶嘛。但係其實咧，原來港大臨床醫學院教授張德輝都話，政府咧要制定嘅年期公開透明啦，令到學生知道前路如何，相信到時能夠做到願者上吊。所以今日方同學咧論證標準嘅前提咧，就係同我哋講話依賴願者上吊咯。所以想問在座各位啦，方案有成效，係咪就要依賴呢班願者咧？又有幾多人會被自願咁樣限制自己嘅就業自由咧？有方同學全場冇交代過㗎。嗱，跟住最後跟住再講實習啦。今日方同學同我哋講話，本身實習都係
本身都要實習㗎啦，再限制多三年咪冇問題咯。但係你見到原來實習係課程嘅一部分嚟㗎嘛，同埋我方唔明白啦，點解護士通過咗佢嘅執業牌照之後係等於冇用嘅咧？我方見到就係執業牌照畢業完之後，咪代表佢有能力出嚟去醫人咯？難道呢、這個如果佢真係醫錯嚟嘅話，咁咪就係執業？咪就係佢過唔到牌照咯。如果之後先再強制佢嘅話，咁咪就等於限制咗佢嘅自由咯。我哋見到私營醫院嘅人工高、福利好，壓力仲要比公營醫院少嘅時候，醫科生就會轉投私營，醫科畢業生就會轉投私營工作啊，醫院工作啊嘛。但係今日有班同學咧冇同大家交流過㗎，究竟有幾多人留低會讀醫科，專才走咗點算咧？佢哋都冇解決過呢個問題。所以醫衞局局長咧盧寵茂同我哋講話喺公營醫院服務態度咧，就勸喻班年輕人唔好抱住功利嘅心態，唔好去私院，呼籲咧佢哋要做到老，喺公院咧就服務多啲醫生留低咧就可以停止惡性循環啦。但係説穿了底，要論證嘅辯題咧，都係由要嗰班年輕醫生肯留低先得噶嘛。放棄功利嘅心態，有方同學你點樣說服佢哋放棄咧？所以今日有方同學咁樣抽離現實，希望專科生自願被剝削個人自由嘅時候增加醫護人手，而亦都降低咗專才留喺香港讀專科嘅誘因咯。長期根本就根治唔到醫科人醫院失衡嘅問題。最後我哋再睇反方向啦。我哋見到原來現時政府預留咗500億嘅財政儲備推行醫療改革，嗰12年咧，淨係用咗200億嚟成立公司型協助基金，仲有300億咧係冇用到嘅。我哋見到呢300億原來可以用嚟擴大呢個基金嘅時候，咪確保咗私院嘅資源唔會被浪費咯。全港嘅醫護人員都可以用到嘅時候，因為辯題你已經不適合。多謝各位。現在進入自由辯論環節，雙方各有三分鐘發言時間。當各方發言時間用盡，本人會宣布另一方發言時間。該方可以自由派出一位或多位辯員發言，而每位辯員都必須要在本環節發言。如果本環節結束時，在場人士發現有辯員停止發言，可以即場提出。屬實嘅話，該辯員所屬一方將會被每位停止扣除5分。請問雙方有冇問題？如果冇嘅話，自由辯論環節即將開始。請有方派出一位辯員首先發言。準備好開始計時。有方一年，專科醫生一年交咗幾多學費？就係現時，如果我哋透過公私營分流嘅時候，就算係專科醫生嘅學位係唔夠嘅時候，可以將病人轉型私營醫院嘅時候，都可以幫手解決問題。我反正有方方案底下嘅時候，專科醫生一學。啲人想報讀嘅時候，想報讀醫學生嘅位置嘅時候，都係少咗噶嘛。呢件事想問翻有方啦，以前基本法列明每個人都係有職業自由，有方係咪要大做違反基本法咧？有方唔想，即係佢啲實習培訓點樣保證佢嘅質素？再問有方，當今日公司人合作之後，點樣合作？有方從來都唔監督。有方可以交出究竟而家有咩質素問題咧？有方全場都冇講到，證明咗其實而家醫護嘅資源都係。足夠應付，咁其實一公院已經做緊6年培訓，點解一定要交多3年咧？有冇強制佢哋實習、強制佢哋培訓，定係單憑經驗，淨自己話自己係專科護士更加有公信力咧？有方同我所講嘅強制3年係課程嘅一部分，佢哋考完牌代唔代表佢哋有資格醫人？咁我學問正正同佢講咧，而家護士嘅制度係自願應徵，根本就冇乜同一個標準自願應徵嗰樣嘢喎。點解？所以今日有方同學覺得咧，只要政府將呢個課程推出統一化，係咪就可以解決問題？啱啊，統一化，但係私立醫院啲護士點樣統一咧？咪正正要強制佢哋留喺公立醫院進行實培訓，咁咪統一咗咯？我答唔答到呢個問題？嗱，講好多次啦，咁有方嘅方案咧，過3年根本完全落實咧，有方需要再講呢3年啦。即係問咗有方同學第二次，究竟現況醫護有乜嘢質素問題？我話我同你講，咁樣現況醫護有咩問題？原來當今日專科護士去進行嘅工作同普通護士係一模一樣，根本冇額外嘅工作經驗需求，又出現呢班專科護士你做嘢一模一樣嘅情況底下，點樣保證佢質素可以做到專科護士做嘅嘢咧？係啦，咁你可以嘗試同一個機制，但問題就係出到嚟具體嗰個究竟有啲乜嘢問題先？好啦，原來有台機制上面已經拗唔過去，同我哋講有乜嘢具體問題。當今日見到啊，原來今日咧去到。啲醫護嘅人手缺乏，佢哋經驗缺乏質素，單憑一句我係專科護士，就已經可以做到專科護士，咁樣合唔合理？係。咁現時讀醫做護士嘅時候，佢需唔需要讀課程㗎？想問下有方嘅話，政府培
養完醫科生之後，若然佢哋唔入去公院服務嘅話，點樣去確保誒啲呢個係咪一個資源浪費？唔係啦，所以確立咗係咩咧？就咁樣有方同埋嗰一個咧機制有問題，但係咁樣方解釋到醫管出咗咩問題嘅時候咧，嗰樣方嘅質素咧已經唔成立啦。我哋方第二次啦，嗰樣方咧承承認咧，而家有方係限制啲人嘅職業自由啊。好啦，問友話原來今日咧，佢哋政府培訓咗咁耐，佢哋留翻去私立醫院，確保唔到佢質素，點樣做有話保障？當病人越嚟越多嘅時候，保障佢哋醫佢哋啦。到今日佢哋唔強制佢哋留低，點樣確保一定有醫生人手去保證佢哋質素？所以咪就好過反方做公司嘅分流咯。我又翻最後一次啦，有方係咪要限制啲人嘅職業自由啊？其實講都未有，我今日從來冇限制職業自由。哦，你想考專科嘅話，你咪就係要留三年咯。但係如果你唔留三年嘅話，你可以做翻普通醫生，可以揀其他職業，何來選擇有安全嘅自由？你解釋俾我聽。所以今日有方同學要強制逼嗰啲人留喺公院三年先可以成為專科醫生嘅時候，呢、這個係咪喪失咗佢嘅職業自由啊？有方同學，咁不如同我講，有邊一種專業唔需要佢哋培訓，唔需要令佢哋保證佢哋質素，佢先可以令到佢哋服務喺醫院咧？問題就係我冇解釋我方嘅方案有咩獨特性，對佢哋有乜嘢幫助嘛？所以呢種職業自由，你呢種確立咗啦。仲有我方同學嘅係，因為有方咧話咧，啲人要讀完個三年咧先真正專業。咁我不如解釋下，點解讀完六年嘅專科護士就係唔專業咧？有方同學同你講緊，我統一唔到即係呢個專業嘅標準，有方哨咗全場，根本就冇同我哋講解釋到呢樣嘢。再問有方公司亦合作，點樣解決到而家質素問題？有方咧究竟要統一乜嘢？你解釋下先啦。有冇學咪同你講咧？原來而家護士佢面臨唔同嘅問題，原來佢一做嘅嘢同普通科護士係一模一樣，咁樣正正咁顯示咗佢質素係唔夠。原來當我哋見到唔同嘅外國衞生都做緊雙重認證，有冇學香港點解做唔廣州？等陣先，咁啊有冇話要統一？你係統一全部人讀專科啊，定統一全部讀三年就咁樣嚟啊？有冇學咪同你講緊，要統一全部讀專科醫生同護士嘅質素。咁我譬如我今日嗰啲嘅質素唔同，我呢個能力唔同，咁樣有冇學點樣面臨解決而家嘅問題？所以有方同學話，現時醫療系統究竟係人數問題，一定係質素問題？請有方解釋翻。有方同學，質素、人數，通通都要解決。嗱，所以咧，但問題就係咁啊。有方義父其實咧，聽完有方義父講嘢咧，有方都放棄咗人數啊。所以有方淨係講質素，但係我又唔解釋到質素究竟有乜嘢問題嘅時候，所以有方咪要用公私營分流嚟解決咯。仲有方同學啦，有方純粹係解釋醫療人手不足嘅問題，需要長遠啊。所以有方同學，點解公司你嘅公司營到底係點樣做咧？所以我哋咪就係降低前線嘅公營醫院前線壓力，跟住俾啲病人去私院咁，咪確保嗰兩邊質素咯。再問多次有方同學啦，需唔需要考慮長遠？啱啊，有方長遠發展。原來當今日我哋見到我正正呢個強制去留低，可以幫填補咗三年嘅人手問題。我哋解決咗，我哋解決咗打到嘅人手問題，再加埋提升佢嘅質素，點解做唔到有方同學嘅強制支持？啱啦，得三年，但問題三年過後咧，一批醫生又嚟，一批醫生就走，所以三年後唔會再提升，但病人數量不斷提升嘅時候，有方點解決？所以同你講啦，三年不斷都會有醫生醫有，多謝各位。正方時間，反方而家上完20秒，可以自由提出辯論。啱啦，我話三年又三年，就係三年過後咧，原來咧人數唔會再上升嘅醫生人數，所以唯有咩咧加快佢一等年期咯，之後變相就壓制啲人嘅職業自由咯。如果有方都中意同大家講話咧，我方浪費資源，但真正浪費資源嘅有方啊，就係嗰私家醫生揼咗咁多出嚟時候，當然有方唔用，所以我先同大家要做公私營分流，先真正有成效，即係保護咗更加做到長遠，所以有方全部都交代我哋位。反方嘅發言時間亦都用上自由辯論。
府係應該要用強制服務年期將佢哋綁住同埋鬆綁，先係解決人手嘅最佳方法咧？評判主席在座各位大家好，人手不足，苦咗病人、基層老百姓冇辦法喺公營醫療體系中得到適切嘅治療，排隊五年換嚟嘅只係五分鐘嘅問診時間，苦咗醫護，候診36小時，一個醫護對幾十個病人，咁惡劣嘅工作環境，政府同有方諗嘅，竟然唔係點樣改善醫護嘅待遇，改善工作環境。舒緩佢哋壓力，亦同一眾準備讀醫、準備讀專科人講：，你哋社會為先啦，你哋留多三年啦，30幾歲啫，唔緊要啦，留多啲冇問題嘅。我方問：有方係咪要帶頭違反基本法、侵犯人權？有方答唔出，因為方知道其實咁樣強制留多三年，其實係要先至能夠攞到牌照，其實已經係侵犯咗佢哋職業自由。有方同我哋講話：，呢個係已經自愿認證咗。個問題係佢而家會係。啲醫生係強迫一定要喺三年，要做多三年，咁樣會嚇走啲人咯。做多三年30歲喎，我方主編都講過，其實已經係組織家庭嘅時間。咁因為我係咪覺得啲醫護人員唔會見到呢樣之後，會卻步唔讀專科，而又或者會去外國咧？我方全球亦都講咗好多次，其實醫護人員流失率係好高㗎，會好容易都流走。去海外啦，或者唔讀專科，其實好容易。所以其實有冇都知道其實有冇亦之後亦都放棄咗人數啦，佢一付二款都冇再講過點樣人手增加。反而我方都同大家講過啦，其實已經有調查講過，就係醫護人員喺呢個強制咗年期之後咧，佢讀專科嘅誘因會降低，咁啊正正就係降低咗個人數。有冇都論證唔到究竟之後醫護人員會上升咗幾多？其實亦都比較唔到究竟退同留走嘅人數，所以其實有冇根本就唔知論證唔到個成效。然之後有冇就不斷咁話。呢、这個資源會浪費啦，咁我方咪同大家講要公私營合作咯。而家啲水流走緊啦，去到另一個船啦。咁你有方台咧，而家就話補住個窿，亡羊補牢。但係有方台，你流走會流走埋去海外，會流走到唔讀專科醫生啊嘛。咁所以我哋而家咪要公私營合作，流走去私營醫院喎。咁我哋咪用翻私營醫院嘅資源，俾佢哋公私營合作，分啲病人過去，咁樣先能夠減低到壓力，咁樣先至能夠。可以令到公私營一起去舒緩整個醫療體系嘅壓力噶嘛，咁樣先係能夠善用資源。而有可能之後又同我哋講質素啦，就有可能全台都不斷咁由自由辯論係咁不斷咁講質素，但有可能就同我講話，我哋一定要統一一個標準，但個標準究竟係乜嘢，有可能冇交代過啦。另外就係有可能個標準究竟邊個有獨特之處咧，有可能都冇交代過啦。全場有可能同我哋講過，而家嘅醫療體系究竟真係出現咗啲咩問題咧？一個實例都冇嘅情況下，點解一定要交三年？而家6年嘅公立醫院嘅培訓究竟有咩唔夠？一定要交三年，侵犯佢哋嘅職業選擇自由，再交三年咧，有冇獨特處冇交代過啦？然後有冇先唔講，有冇係咪講緊而家打緊變頭，係咪統一標準有助提升醫療質素啦？其實退一步嚟講，其實同埋有冇即使而家我哋要統一標準啦，咁我哋點解唔可以喺嗰6年度做呢？然後我哋睇一睇反方案啦。其實正如我剛一副所講，其實一病人嘅門診費如果加入咗呢個公私營合作嘅話，其實一樣50蚊，同公營醫院係睇齊㗎，唔使排咁多年隊。喺時間同金錢上對病人都有誘因。而我方二副都講過，有300億資金未用，其實絕對係足夠應付分流㗎。而家醫護系統發緊炎啊，嚴重人手失衡。有冇同學就諗住用必利同萬能啦，解決問題綁住一定解決到啦？個問題根本有學都唔知道醫療系統病狀何處，即係藥石源頭。係啊，呢幾年來可能多咗少少嘅專科醫生綁住喺公營醫院，但長遠而言，只會嚇走啲醫療人員，根本就唔係真正解決問題。等有方同學一定嘅年期過去，醫療人員最屘都會離走，咁到有方同學又點樣解決呢？所以希望大家視野闊啲啦，我哋見到啲水流走咗，咁咪用埋其他資源，咁樣先至能夠真正咁舒緩壓力，改善到呢個醫療嘅體系。多謝各位。天氣又熱，書包又重，點頂啊！
哎，唔緊要，有方同學諗到解決辦法。十年，等十年咧就有水飲啦。我要等十年，咁厚乾，再等都變人乾啦。但係嗰陣時，佢嘅將領曹操好聰明，佢就話：前面咧就一片梅林，你行多兩步咧就有水飲噶啦。終於啲士兵唔再口渴，可以繼續上路。非常口渴要飲非常嘅水，非常時期就要用非常手段。其實有方同學全場都同意，要增加人手噶。但我哋今日雙位分歧，就係究竟要短期做啊，定係長遠要做咧？所以咧，我哋淨係睇三個方面啊。第一，我哋先睇而家發生緊啲咩事咧？而家有方同學就話：哇，啲醫生不斷咁樣流失啊，我哋要長遠咁樣解決問題。啱係要長遠解決問題，短期咧呢十年嚟呢啲人係咪嗰啲病人係咪就唔需要醫生咧？有方同學講得好聽啊，我哋今日放長線釣大魚。而家就嚟餓死啦，係咪要等你釣條鯨魚翻嚟啊？再睇我哋就睇方案咯。有方就話：哎呀，你咁樣強迫啲人留低，佢哋點會肯啊？佢哋咪去外國讀咯？點解？因為外國有課程啊嘛，外國有渠道。有方同學有冇解釋過？有邊個醫生咁話？你一強迫我就要去離開香港咧？所謂醫生嘅流失，完全係因為基於政治因素。有方同學嘅論點都係基於一個虛概背景。其實咧，跟有方同學又同我質疑成效喎。你800個點夠啊？我要曬。喂，講緊你而家增加學位都唔知需要幾多年先可以揾到呢800個翻嚟嘅時候，你咁你係咪真係覺得呢800個真係咁少咧？其實呢800個係唔知幫到幾多個病人嘅喎。而家你有可能又覺得，喂，你環境夠差，你點都留唔到啲病人㗎啦。喺有可能眼中，你無論用啲咩方法增加醫生供應都好，都冇用，因為呢啲醫生都係會走㗎嘛。而事實上，我哋今日呢個強制方案係令到我哋呢個藍圖可以重組，可以令到多咗醫生。咁咧人手多咗嘅時候，咁你工作咪往緊張，咁個環境咪自然就會好咗咯。喂，今日呢一杯水邊有解決到你一世嘅口渴啊？得一杯我唔飲，呢、這個就係有方同學今日嘅態度啦。有方同學同我哋講：喂，公司型失衡，我哋平衡翻咪咁咪得咯。個醫生就係得咁多，個餅你點樣畫係咪就會變大咗咧？好啦，最後啦，有方同學就同我哋講話利弊。有方同學講：喂，你損害職業自由，你犯基本法喎。但係今日我哋講緊係你想考專科，一係就留三年，一係做翻普通醫生或者轉行，點樣違法啫？有方同學，你唔俾佢做專科，咁你咪限制咗佢自由咯。我今日想上火星 ，Elon Musk 唔俾我上，咁一定係違反基本法啦。咁我又同你講質素喎，喂，你啲護士做少咗啲嘢，質素自不然咪好咯。喂，咁啲學生係咪讀少咗啲書，壓力少咗，咁就博學咗咧？其實今日有方樂嘅，即係我話咗你咁多，其實我都好欣賞有方樂，因為佢諗嘢好天真嘅。哦，你強制我，你好壞啊！係咪真係正如有方所講到咁恐怖咧？強制呢樣嘢？世界根本就有好多限制，大家要做啲乜嘢？嗱，我今日做自由便，一定每人都要起一次死，都一定起一次身啦。啊，你中咗肺炎，我麻煩你留喺屋企啦。你要做醫生，咁唔該你考咗醫生牌先啦。仲有更加多強制，係講緊啲不成文嘅規矩。嗱，辭職啊，唉，你記得請大家食散水餅啊。根本呢個世界就係由呢啲規則、呢啲法則去組成嘅。而我哋更加要反思嘅就係呢啲規則背後嘅含義係啲乜嘢咧？我哋大家每一次起都要起一次身，係講緊要大家辯論完都要公平。醫生排講緊要確保醫生嘅質素，望梅止渴為咗解決燃眉之急。到今日醫生不足，救人要緊，我哋係咪仲要等緊輪候有方同學10年輪候，咁你可以做到你嘅公司型平衡咧？冇水飲，我仲可以借；冇醫生，嗰啲名媛一線嘅病人揾邊個借醫生啊？多謝各位。
家先請問老師咧，就雙方嘅利益。所謂發大院校出嚟嘅，你就再考一個護士牌咯。
方法，係啦。而我同意反方嘅呢個講法，反而係正方呢個位置咧，我覺得有少少又係推論過咗啦，就係、是、喺正方嘅立場中咧，而家呢個市場太廢啦，即係實在太可怕啦！即係我話你自己 claim 咩？你係護士，我諗依家又未變態到咁樣嘅，應該，因為我頭先再 search 咧嗰個，即係嗰個護士嘅。即係申請嗰個牌照嘅嗰個方法，其實都唔係你行出嚟，你 claim 係護士就攞到嗰個執業資格嘅。我相信中間都仲有一啲嘅部分係需要你去有資歷啊，你有冇實習啊，即係你東華出嚟嘅，咁你都要東華有冇嘅培訓嘅證明啊咁啊。我諗呢啲係需要反方再多少少嘅回應，就唔好咁容易俾正方講到就係、是、哇，好似喺香港做護士係即係我而家出嚟有冇個護士我都做到，我話我 OK 就 OK。完全應該唔好話係咁嘅，心話服係嗰啲講到個質素咁差，不如講下暫時嗰、那個即係可能護士有冇啲咩醫療失誤啊，會唔會都可以有多少少咁樣嘅 challenge 啊咁樣？即係引申到第三個問題咧，就係、是、雙方都可以再諗下、就是，就係咁你哋點睇而家嗰啲所謂嘅國內落嚟嘅護士同埋醫生咧？即係如果尤其是正方講到嗰、那個。醫護咁當然我都同意啦，醫護嗰個 quality 一定要 keep 得好好啦。但係個問題係，你會點樣看待而家國內你香港你冇接受到香港嘅醫護訓練，但係你一樣可以 claim 人哋醫生，同埋你一樣可以喺醫院嗰度話打針嘅護士，你又點你點看待呢個問題咧？即係正方，因為正方其實佢一開波嘅立場都係啊，分咗好多個中長中期有各個方面啊，亦都管齊下，每一樣嘢你都接受嘅。咁而家你接唔接受國內醫生嚟香港執業咧？咁樣又或者海外醫生啊，唔一定國內啦。咁佢都唔一定有接受過本地醫科嘅，喺嗰個訓練後會唔會對於正方嚟講，其實都係一個水準啊問題嘅表現咧？咁跟住咧，係啦，跟住最後一點咧就係、是，亦都係提翻，我覺得係正方就有少少可惜啦，就係佢講咗長中期。佢嘅主辯啦，試圖從長中期三個 level 去行，就想躲避咗反方一啲可能關於成效啊、迫切性嘅問題，就係喂短期內你做到幾多嘢先，或者長期你諗住點解決呢個問題啫。但係咧，好奇怪嘅係咧，正方喺開面講完之後咧，其實佢嘅表現係冇 follow up 到佢呢個主線嘅一部分嘅，就係、是、而反方嘅世界入邊，好似喺某程度上佢嘅演繹係會令到大家覺得好似醫護。嗰、那個問題只能夠靠短期方法去處理咁樣，咁但係其實明明正方你自己嘅方案係啲長期嘅措施或者中期嘅措施係一齊運用嘅，會唔會呢個做法下其實係可以躲避咗反方去講，咁三年後佢不如我就當佢喺公園度做三年，咁佢三年後走咗啦，咁點咧？咁你仲有其他長期措施去幫你噶嘛？十萬紅嘅就係咁，而家啲國內醫生都衝曬落嚟啦，會唔會嗰度都填補咗某啲嘅空位咧？海外醫生放寬咗嗰個執業嘅方法之後，會唔會其實嗰個醫護嘅短缺本身就冇一定冇而家咁多咧？即係我覺得正方係喺個主線上嘅嗰個使用翻自己主線嘅力度係欠缺咗少少啦。而我覺得整體而言咧，反方嘅最大嘅問題咧就係、是、相對地個推進咧係再少啲，即不斷地我聽到講話都係好清晰就違反基本法。咁但後面好似一副二副啊自由咁，其實都係 loop 住個基本法。咁有冇啲即係對於對方嘅回應有冇啲可能漏咁樣攻多少少入去啊？我覺得咁樣一次性可能會即係會再好睇啲嘅個比賽，就唔再停留喺講緊到底呢樣嘢有冇違反個職業嘅自由咧？係咁，我哋開埋大師會先。咁我覺得總體而言講嘅，其實係同意頭先所有評判所講，就係、是、大家主線即係雙方主線設計，無論係教育我哋自己設計，有主線設計上咧係冇問題嘅。同時，大家個人能力上演繹啊、辯技上咧都係冇問題嘅。但係對於主線嘅執行同埋對於條主線內容嘅深化咧，係雙方都做得非常之唔夠嘅。我自己認為，
咁所以場比賽係好睇，見嘅係教會嘅係有喺度。咁但係場比賽對於個內容嘅推進咧，可能就未必係咁足。咁而即係聯賽可能好多時特別嘅地方就係機制，其實咁多隊咧有台面題啦，即係每間房有台面題。咁而其實可能好多情況都其實有可能喺唔同嘅情況下，譬如喺一啲波嘅學踢啊，或者自己大隊嘅情況底下，有接觸過條面題。咁所以即係話唔係話會影響到個評分啦，但係可能就係評判其實就會喺呢條面題入面會比平時佢如果追問佢完全冇接觸過條面題，攞住條面題一嚟就望見條面題，我就去直接做評判嘅話咧，可能嗰個思考或者嗰、那個expect 會聽到嘅嘢角度可能會更加豐富啦，咁可能就係啦，咁所以咧就就住幾方面去講評啦。咁咧第一方面咧就係、資料運用方面，咁所以即係你要見到聯賽嘅分子都有一欄就係資料運用啦。咁但係我覺得咧雙方嘅資料運用都係唔足夠嘅 ，in the sense 唔係大家無資料嘅，轉變嘅時候數據上都係有啲嘅，或者可能都係有即係喺轉變嘅位置嚟講足夠嘅資料。咁但係後場咧，其實都會兩邊雙方嘅回應變成有啲鬧口上交，或者用一啲嘅辯技去搏嘅一啲嘅趨勢喺度。咁所以，譬如喺正方而言，實質上現時即係護士嗰個制度，咁佢哋現時個制度實質上係點樣運作？佢實質上會合運作出嚟嗰個資歷上如果唔同咧，有啲咩嘅問題？有冇人講過咧？又或者譬如現時就係講過咧強制啲醫科生留喺度咁樣，咁我長遠而言，即係你話留咗200+個啦，每一年咁樣，咁但係。即係可能對於整體而言嗰個人手嘅舒緩喺數字上嘅對比啊，如果你搬到出嚟嘅話，即係譬如對翻譬如而家有幾多人其實好，咁我係咪譬如我留3年咁樣，我都能夠即係填補到幾多人其實好長遠，每一年咁樣，即係你會好多人講我唔係一種每年都會交嘅，你會減到兩批嘅嘛。咁但係喺呢個嘅背後，你可能會多啲數字去演繹呢件事，會令到成個推論更加清晰。反方同樣地咧，就係、講到譬如好多人才流失啊，或者譬如有啲人願意讀醫啊咁樣，即係譬如實質上嘅即係論證又喺度，但係嗰個論據譬如有冇人講過啊，有冇啲咩嘅調查啊，又或者成其實可能都未必係有充足嘅數據啦。又或者譬如就係、你講到話我現時你嗰辦法都解決唔到嗰個實質嘅缺口㗎啦，或者都長遠而言越嚟越嗰個譬如人口老化個需求越嚟越大，咁你會達到咩嘅程度咧？你要做啲乜嘢？你要填幾多個先填到咧？可能呢啲數字上嘅演繹，雙方都要做多少少，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咧，就係、我覺得係雙方正如頭先三位評判所講咧，就係、都喺一啲嘅成個對於，即因為我哋好多時打呢個政策面咧，我哋好多時就會跳咗一個個面，就按呢一條政策，咁我首先呢一條政策攞咗出嚟出嚟之後，會有啲咩好處，有咩唔好處，有啲咩影響。但係我哋好多時要睇一個諗，就係呢啲政策面向我哋被關乎到成個社會嘅制度、成個社會嘅架構。例如呢條面題講緊嘅就係、其實評判即係或者去評分嘅時候，會 expect 雙方交換出一個自己對於香港醫療體系現有嘅問題嘅理解，同埋面對住呢一啲問題，我哋應該要用一個乜嘢嘅態度去切入，先至為之係一個合理嘅醫療制度嘅改革。我希望雙方都會有一個清晰嘅 picture 俾到我哋，但係。今日就兩年，其實正反雙方都唔係好做到啦。先講正方，正方今日其實就係好多呢啲相對有效嘅回應咧，擺喺結辯嗰度先出咗少少啦。譬如就係話，即係反方都話，好似我哋有種長遠意見，咁公營醫院嘅體制係咪要改啊？呢啲嘢係咪要做啊？咁其實你前面都已經話係要改，係要改。咁但係到底喺你眼中，現時呢一個強制醫護專科，譬如喺你嘅眼中話留3年嘅呢個制度啦，咁到底佢嘅定位係啲乜嘢咧？佢一個短期、中期、長期嘅制度咧？譬如正方可能可以講啲就係話，咁但係現時眼下，即係你都會講到做而家啲即係醫院都會講翻啲病人都真係而家你飲水啦，佢都真係渴死啦，咁你幫我買杯水落飲咩？呢啲咁嘅概念啊嘛，咁但係所以回應絕對面講，譬如啲話咩都250個啫嘛，每年你幫到幾多啊？咁我會期望有啲回應就係咁，你係咪連嗰250個都唔要咧？係咪你幫到都唔幫咧？咁例如呢啲嘅回應其實。會對於你成個心化，你嘅主線係會有一個嘅作用，而同埋其實都會，而且可能喺二副或者見面後場嘅時候，多啲着墨去講，就係話我到底呢個政策喺現時嘅醫療架構係咁乜嘢嘅定位，而呢一個定位配合其他嘅，即係你正如主面自己有開嘅咩海外醫生啊，有公私合作啊等等不同嘅其他方案嘅嘛，咁你呢一個嘅強制醫護畢業後留院留喺公立醫院服務一定年期嘅呢個政策，到底同你其他嘅？政策有啲乜嘢嘅互動，有啲乜嘢嘅聯繫，令到你成個醫療體系，即係正如你主面自己開出嚟嘅標準所講，要完善整個制度，到底喺個制度入邊能夠扮演一個乜嘢角色，我嘅期望喺正方面度去推進。而
而喺反方咧，今日要講到嘅就係、是，即係你上次都就話，即係有嗰個武斷線，即係其實好多公營醫院根本上嘅問題都解決唔到，咁你要去點樣去即係長遠研究個問題咧？咁我會期望多啲嘅就係第一，你講到公營醫院除咗人手之外其他嘅問題，因為其實正方而家今日同回應你嘅邏輯好簡單，我就係而家因為即係公營醫院辛苦咪，即係因為夠人咯，有啲人留低，多啲人同我一齊做一齊捱，有多啲人分擔個。即係多啲人 share 咗佢咯，咁咪大家會輕鬆啲咯。咁但係喺反方嘅世界入邊，公營醫院嘅慘況或者公營醫院惡劣嘅情況應該唔止係咁樣噶嘛。譬如有好多啲工作環境，工作環境惡劣係唔淨止係因為工時長，甚至因為病人多噶嘛。可能係因為譬如配套唔夠嘅，一啲相關嘅支援唔夠嘅，又或者人工同私營醫院真係爭太遠嘅等等呢一啲公營醫院人數以外、人手以外嘅問題，我都會希望反方會推動嘅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咧就係在於。即係你會好多時講到呢啲，譬如就話我長遠要點樣根本性咁樣去 fix 個制度，譬如話公司型嘅分流啊等等。咁但係，譬如你公司型分流係你最需要大家嘅方案啦。咁但係公司型分流到底，我實質上，譬如我加咗三百億部分之後，能夠做到幾多咧？分流到幾多？到底對於你嘅意義，你話長遠意義，咁我咪長遠意義？即係譬如，因為公司型分流個做法就係政府幫出去啲私人醫院，基本上就叫做幫啲。普通大眾俾埋私營醫院個錢，咁所以我可以用公營醫院嘅價錢入到私營醫院啊嘛，呢個係公私營分流做緊嘅嘢啊嘛。咁因為要長遠而言，實先同咁政府財政上，咁我俾呢300億啦，咁我再長遠而言，如果我個問題仍然係咁，你講到病人嘅數量越嚟越加，需求越嚟越加嘅時候，咁到底我公私營分流能夠實先到幾耐咧？能夠到變成一個醫療制度，譬如我做好咗公私營嘅，譬如我講到財政上，可能我做好咗公私營分流。咁喺你反方嘅眼中，呢、這個唔使逼翻，唔使透過強制性逼啲醫生做，佢都會能夠維持到好嘅醫療服務嘅呢啲醫療系統喺你眼中就係咩嘅樣子咧？就會期望二附結變等等嘅位置，可能會再講多少少嘅。係，跟住之後咧，係啦，咁所以就係雙方喺 picture 上，即係到底係對於個醫療系統係咁乜嘢樣子嘅想像上。就會即係即係有所變更，慢慢不過咧，點解我唔記得咗講啦？就係、是、你去到其實醫護喺邊嘅時候，會有少少好少啲咁嘅講法嘅，就係簡單嚟講，即係譬如醫護講到我，而家同啲醫生講，佢講咁功利啦，佢服務社會大眾啦，咁但係你有冇企喺醫生角度諗啊？但係所以其實我都反覆喺後場冇好捉住個位，就係、是、你企喺個醫生嘅角度諗，你逼佢喺呢一個你反覆講到咁惡劣嘅環境入邊去工作，到底對於個醫生嚟講有啲咩嘅影響咧？覺得譬如我醫生唔情願地做，我醫生做得好辛苦，我逼住做。咁呢件事對於成個醫療體嘅觀感也好，對於醫生喺個醫療體入面嘅生活也好，即係醫療體係唔少咗病人噶嘛，做醫生啊，做其他唔同嘅持份者，咁喺呢一個嘅角度切入，其實我都會係反方比較強，咁但係去到後場有蜻蜓點水咁講咗少少，咁但係如果將佢變成一個更加大嘅篇幅，咁其實正方個壓力都好，即係個論證壓力都會更加大嘅。咁呢個就係喺原件上嚟噶。跟住下一樣嘢想講嘅咧，就係、是。一啲特定嘅回應上，就雙方都要小心，就係一啲用嘅字眼啊，或者回應嘅時候有啲嘢情況聽落去會有少少即係疑問嘅地方啦。譬如首先講咗反方嘅主辯嘅時候開始邊個講啦，就係話會令到啲人讀專科嘅意願減少，因為佢要留喺公營醫院做。咁但係個問題係，即係我作為一個醫科嘅畢業生，我選擇唔讀專科，我放棄咗個薪金啊，譬如我哋。最後佢私營醫院嘅彈性啊等等，我放棄嘅呢一啲嘢係咪真係大？即係我應該係咁講，我強制留喺公營醫院呢3年係咪真係嗰個影響大到我放棄曬我做專科醫生，譬如我做心臟科醫生，我捱完個3年之後，呢個手術就幾百萬㗎啦。我做咗嗰個腦科醫生，我先得咗啦，我幾百萬㗎啦。咁我捱呢3年公營醫院嘅放棄嘅嘢係咪真係大到我要？唔做專科醫生，我淨係做一個普通醫生過世咧。呢個我覺得係反方喺講呢樣嘢嘅時候，我會有嘅一個疑問啦。但係跟住譬如去到公面嘅時候，反方又講到就話咁，譬如即係你喺未，即係因為你反方公面嘅時候都未識公事翻落呢樣嘢啦，咁所以呢就直接大咗。咁而喺公營醫，即係正方問你，咁公營醫院啲醫生唔夠啊，啲病人點睇症啊？即係話公事唔得啦。咁呢個時候評判諗嗰樣嘢就會係咁，即係幾都要睇得公營醫院，我有錢我睇私家啦，係咪先？咁但係我冇錢我要排。今次嘅時候，你又未講公私營分流嘅嗰個制度，咁我到底佢點去適應咧？咁話後場嘅時候，我得到解答，咁但係前人聽嘅時候都會打到答。係啦，咁但係同樣地咧，正方其實都有一啲嘅位置咧係有啲類似嘅狀況嘅。
係啦，即係譬如咧，就係、去到即係後期嘅時候，我講就譬如我政府投放咗好多資源，咁如果我啲醫生都做得落私營嘅話，咁我咪落費資源啦。咁我第一個疑問就會係，咁你嗰啲醫生做嘅私營市場都係服務緊香港市民嘅嘛？呢個其一啦。其二就係其實即係所有政府資助嘅大專學位，政府都委託好多資源去啦，每一個學位都係1,000-1,400噶啦。咁譬如我做律師，譬如我自己都法律嘅，咁我出到嚟我唔係律政司做，我去做大律師，我去做事務律師，我都唔係服務緊，即係我都唔係進入政府體系噶。又或者譬如我做老師咁樣，我同樣教育嘅學位，咁我譬如我去教私校嘅，咁對於政府嚟講又係咪叫咗一個浪費資源咧？我就會有呢一方面嘅疑問。咁所以好多時喺啲用字或者推論上，去選取資源講啲乜嘢都係好重要。去到最後一樣嘢想講就係一啲嘅表達或者台方或者一啲技巧上嘅嘢啦。咁今日雖然就話大家嘅辯解都在線啦，辯解都喺度啦，咁但係好多時候有啲細微嘅位啊，有啲嘅表達上，譬如你講嘢嘅時候用好多嘅套語，會唔會好多重複嘅地方？又或者譬如即係你講嘢嘅時候夠唔夠自信啊？夠唔夠即係把聲夠唔夠出啊？等等咁，或者有時有一啲嘅，即係喺自由辯論上，其實雙方今日都擺喺終點上，其實雙方可能都有時會好激動，係令到你譬如。即係我覺得激動唔係個問題啦，激動有時會令到你第一方面講嘢嘅語氣啊，或者講嘢嘅一啲嘅談吐比較冇咁好啦，呢個其一。其二就有時可能如果你太激動，你會可能講得太耐啊，或者你將同一條問題用個複雜嘅方式去包裝喺自由辯論上，就會令到你失一定嘅分數啦。咁而去到最後咧，就係、今日見到其實雙方都會有用到一啲嘅可能一啲尖銳位啊，或者一啲嘅即係有趣啲嘅演繹方法啦，喺雙方都得明啦。咁但係我自己就覺得。在這些位置上有堅定或者一些有趣的論點方法我是覺得是好的，但是有時如果太多的話可能就會對於個內容的表達或者一些譬如其實在你講的那邊看到這些其實是覺得好的內容，但如果你是太多的包裝在前面的話就會令到可能有少少端端端端的感覺，所以這個都是可能要注意一下的技巧上面。那我就不大家講那麼多，謝謝。咁最後有請葉峯老師為雙方辯護嘅一啲發言。咁咧，頭先兩位同學都講得非常之好啦。咁啊，我都我嘅講稿咧有少少同埋老師嘅出發啦。咁即係我平時都會睇即係學校辯論隊同學啊，佢哋去打辯論比賽。即係我覺得今日兩隊嘅同學咧，其實都好努力，但係我自己要求我覺得都比較高。我覺得大家資料都蒐集不足，即係我覺得係。應該會聽到很多嘅不同的例子啦，不同的數據啦，或者各方面，即係好似兩位講，你要深化去講到個 full picture 咧。我覺得大家係今日係力有不逮嘅，係啦。我唔知道究竟係你唔識得運用資料啊，定係其實你真係諗得唔夠咯。因為我諗有啲位置咧，即係其實你都預咗對方可能會講嘅，咁但係其實你自己又回應唔到，然後純粹我諗好似就係、你覺得我。跟翻我個主線嗰個論點，或者我好想講呢樣嘢，然後你就去講啦。咁我覺得係大家兩邊都需要注意嘅咯。咁我覺得其實兩邊大家今日都好似兩位評判，都唔講一齊擺好，即係我覺得就係、大家都係差唔多，係啦。咁咧，我會覺得咧前場咧，我會覺得反方比較好嘅，係啦。跟住喺個攻辯位置咧，都係聽得到咧，就係、那個其實佢本身就係要。出嚟實習嘅話，係咪先？咁點解你揀要留咗佢嗰幾年嘅？即係你唔將嗰啲所謂嘅專業嘅考核啊，或者各樣嘢實埋落去嗰度咧？使乜即係做咩要約 extra 啊？或者年期咧咁樣？咁咧我聽領方咧，我唔係聽唔到嘅，但係我諗咧，你冇講得，即係我諗頭嗰兩位辯員咧冇講得好清楚，係啦，即係究竟點解咧？同埋你好專注咧去講，即係你有分兩 part 嘅講醫生啦。護士啦，咁我護士嗰度都著墨咗，但係其實我又覺得你護士嗰度咧又係講得唔清楚嘅，係啦，即係因為我自己嘅認識咧，即係護士其實除咗你讀本科，即係八大 nursing 之外，咁頭先評判都有講啦，東華其他嗰啲護士學校都係護士嘅喎，跟住但係其實佢哋個牌咧又唔同嘅喎，即係一個係我印象中記得一個 registered nurse 啦 ，RN 啦，跟住另外一個咧就唔係嘅，咁所以咧到佢哋第日即係簡單嚟講去移民嘅時候咧，有啲人接受，有啲人唔接受，跟住你入去政府咧，可能你又要某一個，其實咧你例如即係你如果有細心 study 嘅話咧，其實你大概會知道有呢啲分別嘅，係啦，咁其實你都可以簡單用一個簡單嘅形式去講咁
快就能夠講到個重點，同埋有啲乜嘢嘅point 咧係要去講嘅。即係我覺得佢有嗰啲評判就係其實講得非常之好，即係你要做到嘅嘢就係你要將個方法清楚表達出嚟，然後個 main point 係啲乜嘢咧。咁我咁兩位評判都係即係對條辯題都有啲認識啦。即係我自己咧，我都成日同啲同學，我基本上就係嗰啲一張白紙嚟嘅。咁啊，憑我自己生活嘅經驗、識得嘅人，我咁想去理解呢條辯題。咁所以我諗大家都要明白，即係你要做一樣嘢就係你要清晰去講，同埋你有啲咩嘅重點，個輕重喺邊，係啦。即係我覺得正方咧喺前面咧，我覺得係爭啲嘅，係咪？咁咧反而咧。你哋去到後面咧，即係我由自由辯論嗰個環節，或者由二副嗰個位置開始聽到啲，同埋我越聽就越清晰啦。我開始知道你哋講咩，同埋我覺得係講出咗我心目中諗嘅啲重點。咁啊，反方咧，我諗就好似首先兩位評判講，即係反而後場咧，我覺得你哋仍然都係維持喺你同嗰一兩個方度，你又冇乜延伸啦。咁你實質嘅回應對於佢哋講嗰樣嘢咧，我又覺得。是你又是未足夠的，因為他們剛才開始說的就是普通科、專科，是不是？還有他們又告訴你，他們有一個位置就是那個迫切性嘛，所以我又不覺得你們很努力去解決的，即是你們有講到反方案的，即是那個公司人合作，那我想正方就，我不知道他們有沒有準備大把疑問可以問，即是關於那個公司人合作，即是你這樣說，是不是一定可以解決到呢？咁同埋我覺得都係頭先評判講咧，就係、是、其實條辯題即係嗰個定位啊，究竟喺成個醫療制度、醫療政策上，佢擔當乜嘢嘅角色咧？即係佢同其他即係所謂公司嚟合作啊，或者其他嗰啲海外人才嘅計劃啊，咁呢一樣嘢有啲乜嘢嘅咁即係重要嘅部分咧？我都會想聽得清楚啲，同埋頭先講啦，譬如。嗰啲質素好差啊！究竟有冇一啲嘅實例咧？嗰個人數不足，反方都有講嘅，即係嗰800個，我會覺得你要做一個 comparison 咯，即係800個喺現階段嚟講係多定係少，相對於啲乜嘢咧？得唔得？即係個數字永遠就係你冇後面冇一個 detail， 我就見唔到究竟係點樣樣嘅。咁同埋都係咯，好似頭先評判講啦，即係我自己會覺得我作為一個市民，我去獲取呢個公立醫院或者嗰個醫療嘅時候，咁我會係點樣咧？即係我會受到啲乜嘢嘅影響咧？係咪？咁我都識好多醫生，尤其是都有啲醫生真係喺個公立醫院度做嘅，其實佢都唔想喺嗰度做，點解咧？係咪？咁護士又係嘅，佢哋有好大壓力，但係其實點解？即係點？背後嗰個理念究竟係啲乜嘢咧？即係我諗兩邊嘅同學其實要靠你嘅例子咯。我覺得今日即係揸一揸例子，你自己條彎嘅某啲嘅重點，你似乎唔係咁清楚。咁你對於嗰個對手佢哋即係某啲質疑咧，其實就唔需要不停再去 repeat 翻個同一兩個點啊。其實你係要清楚話俾對方聽，你講嘅出現乜嘢問題，而我哋話俾你聽，其實。真正的那個原因或者真正的論點或者反對的是什麼咯，咁我諗係咯，我表達咗。Thank you.